你的钱掉了，姑娘。姑娘，你的钱掉了，姑娘。喊什么喊？你没看我打电话呢吗？你的钱掉了，姑娘。哎呀，还真是我的钱，明明是1000块钱，怎么只剩500了？姑娘，我就捡了这么多钱。这么大把连起了，你还撒谎？赶紧给我拿过来。姑娘，我真的没有拿你的钱。你赶紧翻翻你的口袋，看一下钱到底藏在哪儿了。我真的没有拿，姑娘。美女，这是我妈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来的正好，你妈都这么大把年纪了，不让她在家好好待着，还跑出来干什么？你就说有什么事儿。我明明是1000块钱，你妈捡到给我以后就剩500了，还有500去哪儿了？飞了吗？怎么没话说了？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一看就是农村来的土包子，不知道来我们城里啊干什么。姑娘，你也太过分了吧。你丢了多少钱啊？我丢了500块钱。那是我妈搞错了，这个钱不是你的。还有农村人怎么了？你们城里人现在吃的喝的哪一样能离开农村人？你可以怀疑我们，但是你不能瞧不起我们，更不能污蔑我们。老板，老板。哎，马秘书，你怎么来了？老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对了，这是咱们公司新品，五金千金，需要您定个价。嗯，好。妈，你先拿着。咱们这呀是一款正宗的土鸡千金，这一包净含量是100克，背面是使用方法和配料表，平时用来炒菜、煲汤、拌凉菜都可以使用，而且味道鲜美，口感纯正，是每家每户厨房的必备调料品。老板，那咱们这么好的产品该怎么定价呢？既然是新品啊，咱们定价就亲民一点，咱们前期不求利润，只求一个销量，要让千家万户的农民工老百姓都能使用得起。所以啊，我决定只要是现在点击下方下单的朋友，9.9元我给你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、五包、六包，还给你啊包邮到家。马秘书，去安排吧。啊，老板，9.9元六包还包邮啊？对。妈，你觉得这样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你去安排吧。好的，阿姨。走，儿子，走，起开。认为我儿子说的对的，我看有多少。